天公疼好人。白茫茫的寒梦已经渐渐变红，阮的思念，阮的心声，你拢不知代志若无法解决哦，我阿奶一时英明全乌有啦！滚啦！哼，恁的都唔相信你外头，哦，恁跩乌猪啊想要食过河啊！我要用红纸做你只乌猪啊头，甲你粘起来。啊，爸爸，啊乌猪啊是啥物人？恁会想起甲讲要甲伊头粘起来？啊，你点点啦，无你的代志啦。卖吵啦！我心情歹啦。你心情歹，我嘛歹啦。啊，你去鱼市做生意，无时间通陪我，我也无怨叹你啊啦。啊，你今仔袂当做生意，规工闲闲伫咧，你啥无爱陪我去家己佚佗？丽红啊，拜托的啦，我去到规包块人强要傲住啊，哪有迄落心情去佚佗啊？好啦，你若无爱睬我吼。安尼我家一个人来佚佗，也唔过吼，我若啉烧酒醉，一样我是不爱转来啊。唔爱啦，唔爱啦，你莫家一个去啊。我来去问阮阿爸，阮阿爸若讲好，我才陪你来啦吼。哼，什么代志来问恁阿爸？够杂头，哼，不重用。唔爱啦，丽红，你莫安尼讲啦。丽红啊，你莫生气啊。因为阮阿爸甲我是上亲的人啊，所以我爱问伊，伊若答应才会用的啊。嗯，啊我呢？我是你什么人？你嘛是我上亲的人啊。啊，偏偏两个拢上亲的人，啊是我较亲，啊是恁阿爸较亲？嗯，当然嘛，阮阿爸较亲。安尼我昨暗甲你睏，我毋着白睏的啊！我甲你讲，我即马甲你睏做伙，安尼我就是恁某，我就是你上亲的人。无，毋是某啊。啊，无是啥？你还袂跟我拜公妈的面，去讲母的啊！啊，用准的算袂用的哦。准袂过啊！若无过三斤婆这关哦，就袂当过五关斩六将啊！咱就面去做翁仔母的啊！哼，讲你戆就是戆啦，无怪人拢叫你戆杰啦。嘿，戆好嘞，迄戆人有戆福嘞，你无听讲天公疼戆人啊？本小姐吼，一句水水话，真是去插在牛屎顶的啦。哟，哪会有这卡？我的啦。
你要坐客车哩啊！啊，有啥物代志？你要坐客车无？我甲你敲电话。哪啦？阿爸爸，哦，你穿安尼酷哦，你是要去接你个后生仔头呀？够胆你才知？哦，阿爸，你个武装打扮安尼，你是要去赴死哦？ 我出去偷菜，你在哪里要酒庄？啊，跟你拍就水。你这样，好看，好看。我是要你们偷工多啦。哦。男女子出阳关，乌珠兰头南无念丹砂，我死不还。 白茫茫的官房已经渐渐变红。你敢干掉？你原来去武装打扮，该你变来车兵。Yes sir。哎，阿顺啊，哎，我你不卡记咧，你去扫车啦。金子官房啦，我哪传哪在想计庙啦？见面你嘛在大细声，我在惊破产啊！你搁在？好啦好啦，起来起来，起来起来，我。 咱是约三个人，也要见呢。你一家口啊，两个伴拢出来哦。老爷，今日无意思呢，阮真两三三个，啊，你甲我算半个，安尼无意思啦。你真着听哈。阿来啊，甲阿杰来，因两个爸仔囝两顶算两口啦，啊，你一查某是半顶呢，又果是还袂娶你门呢，勉强甲你算半口，安尼是倒伊啊，对唔对？安尼你有满意无？无满意，迄查甫的算顶。 啊，查某会算口，两顶一口，安尼嘛是同款算三个啊。吼，即嘛无迄个阳光甲你搬哪只啦，阿来，甲带去听下等我。孙老。 快进来啦！来，杨阿孙准备好势啊！嗨，能即时能出来。好，你外口听候啊，我甲祖先休息者。嗨。 穿安尼是要倒啦？嗯，啊，就要来甲人拼，哎，无啦，无，哎，要来甲阿来一个变山啦。好，变山。哈。阿明啊，你看阿爸，嘿，阿是啥？ 穿安尼啦，啊！大阿兄在问你，啊，你哪袂晓应啦？你是会教晓啦？啊，你穿安尼啦？啊，都，啊，要爬山啦！啊？爬山？我自家当都毋捌听讲恁两个要去爬山，啊，今日哪想着要去爬山？都是安尼毋的。 恁普通时啊，除了啉烧酒、行棋以外，啊，嘛有爬山习惯，啊，佫带个遮济人。诶，阿姆，本来哦，我是要去逛棒球啊，啊，着阮女朋友，哦，着，迄阮女朋友啦，啊，伊着爱去爬山啊，啊，所以我毋知招阮阿爸阿甲阿伯哦，要去爬山啦。爬山，身体较会用啦。来，我来去。好。 阿庆啊，哈、哦，你先来好我，你找阿婆看卖。好、哦。阿婆，阿婆，嗯，阿婆，我甲你讲要去倒无？有啊，我讲为啥物要甲阿来一个去爬山？无可能啦，我从来都毋捌听阿爸讲要去爬山，啊，若准讲伊去爬山。
哪会跟阿杰啦？阿仔阿杰，迄女朋友斗阵去。有这款代志？嘿，带因老爷变啥物？不，阿你阿爸，敢会跟阿来阿走去会，找庄干事理论，唔是要去爬山？你是要倒来？我来议会，甲阿爸带转来啊！我跟你去。唔系啦，你住厝哦，袂安尼啦，我正紧就转来，吼。啊，你也较细腻的哦。哎，你是唔能讲相怕哦？袂啦，放心啦。这是议会办公室呢。恁这个今晚在创啥？哦，恁当作是白衣团哦，还是新乐团？我话甲你讲。这件代志，你若无甲我好好啊解释出来吼，唔是干那马戏团，那是新剧团队煞呢。我咧变成排档故事的集中所，你们规间互你乌沙沙回落了。量啊寸啊，无你想要安怎啦？啊，我甲你讲，是啥物人主使讲鱼也袂用挂，阿吉来甲阮阿婆落去卖。你若甲我讲出来吼，咱就变好朋友。若无咱就是冤仇人。量啊寸啊！你当作即个是日本时代30年前咧统治台湾哦，啊，是50年代全面咧戒严的时阵啊，用这个方法要来甲我恐吓咯，要甲我威胁无？哼，我跟你讲啦，即摆是80年代啦，民主的时代啦，法治的社会啦，人权有保障咧。哦，你用这个方法啦，是幼稚啦。龙母啊！我总干事啊，你这边是咧正经发表是哦？我这是咧警告恁啊，叫恁来认清本分啊！三娘啊，小弟咧啊，莫我拿一支扫帚当作关刀乱乱舞啦！陈总干事啊，你昨昏有代志叫我甲你斗骹手，你叫足好个咧，今仔是安怎讲话，咱拢无共款。昨昏是昨昏，今仔是今仔日啦。时间地点无相关，当然讲话嘛无相关啊！这正正常的代志嘛，想啥物唔对？陈先生，你足好讲话呢，啊，干那做一个虚花小小的总干事，拍算啦。你应该去做一个大律师。啊，妈有啦，我若一般哦，咧人讲教训人的话吼，老实讲，我有一套啊啦。呀，安尼，我想要甲你请教一下啦。免客气啦，有啥物事你先讲，无要紧。安尼好。你拄则讲哦，这个社会是法治的社会啊。是啊。人权有保障啊。这个人权的保障是咧保障好人，还是保障歹人哈？这，当然是保障好人啊。哦。那安尼，这个好人甲歹人。还是要安怎分？这简单啊！那大多数人讲你是好人哦，你就是好人啦。那大多数人讲你是歹人哦，你就是歹人啦。起码吼是民主的社会嘛，万项代志拢是爱用投票，对不？是啊是啊。起码咱只有5个人，那阮有4个人讲你是歹人，那你就是歹人哦。你。掌声鼓励。谢谢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啦？我这边讲正经的代志呢，写无你的代志，你出去，你阿出去。你就放啦，你想啊？我是什么人？我是阿杰来某啦。阿杰来偏爱无头路，你讲我的代志阿无？你死贼头啊！你这目屎花起啊，无花无目屎啊！哈，你今仔日唔将代志讲清楚哦，讲高粱都无放你干娘。拜托，安尼是暴力耶！暴力，讲高粱就爱暴力啦，暴力，讲。我是要讲啥的啦？我若帮人问你啥，你就讲啥。拜托嘞！你当作讲你大声，我就惊你哦，哈！你唔惊？我惊你变怎？你讲来哦。你这个真不爽啊！最早去哪里啊？无啦，阿多伊都。阿多伊啦，阿多，你对我咧敲来手来啦。无啦，我啦，我唔会讲。我阿爸。哎，你个卡的手啦！你三个咧徛到边咧，目睭金金咧，看好伊哦。你讲，你我是要讲啥啦？讲是啥物人甲你洗脑，叫你耳朵毋通袂
小姐，小姐，爸爸，请讲。难讲无难，来。阿爸，你讲计唔是办法啦，今日无代志啦，来转啦，来转啦。转一日来干落去啦，这是要毁咱的饭碗呢。这代志若无讲一好程度吼，绝对唔帮你出来啦。阿爸，你安尼创什么话啦？安尼无法度通解决代志啦。阿无就安怎？哎，陈主任，是的，歹势啦吼。我来了，你们坐下来。等下，等下再讲啦，再讲。阿杰啦，你哦，你哦，你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这淫家吼，你唔能惹着我这赤查某。啊，若无哦，我逐天哦，你白食白困的。哼。讲实，无代无志，你个小狗要夹着。那你们这当，你就无听是嘛？你白讲的，你无咧听着啦。哎呀，阿婆啊。你唔得，互阮两个来车拼一下哈！遐若无以后，阮若是装啊来吼，会讲看无起，讲兼配水烂啦。对啊，你是要叫恁爸以后若要来装头的哦，都爱利用三更半暝啊，风台机才用得出来做。哎，阿婆啊，你看阮两个老的足无路用的呢。我讲着你批判啦，我当久是少年伫南苗嘛，哈，迄山坑我都撩过几两过啊。遐阿多个飞轮机的扫车，哒哒哒哒，位鱼仔坑两个，我目睭连二只都袂二只。啊，你安尼看我无？哎。哎，是要算啥啦？你飞机安尼瞬间就过去啊！恁爸是一支三尺六叶，甲拼在阵地中去哦，四五十个甲伊围起，伊咪用个当作菜头，一个一个直甲扑去。拜托，遐本来就死人啊！你都不吃。好啦。哇，恁两个真是要输赢。好，恁都在等我，半点钟过以来。我把遐人电甲紧紧，转来互你看。有影无？拄只吼，敢若输啦咧！哎呦，阿姊妈哦，奈变甲遮尼猛啊！等你。哎呦，阿婆啊，这是阮大人的代志，你莫插啦。是啦，阿婆啊，阮两个代志哦，你拢莫插哈。啊，有我代志无？你敢要走去遐喘？阿爸，你是我阿爸呢？你是我阿兰姓的，啊！恁两个代志就是我的代志啊！阿兰姓啊，你惊人笑，惊人配水烂。阿爸，你假讲吼，带咱这庄仔头无到哪徛去，吼！啊！恁两个惊，我都唔惊笑。那恁爸要出面的代志吼，唔免你出头啦。对啦，阿婆啊，阮是长辈呢，我参恁老爸是兄弟代呢，所以阮的代志恁莫插啦。兄弟代，较早我伫咧台北吼，咧甲人做老满做兄弟的时阵啊，阿爸，你是安怎咧讲我，安怎咧骂我？啊！若讲今仔日吼，要比拳头母大粒，才会当解决代志吼，唔免用到恁两个老兄弟啦。我出面吼来去，互走都有够啊，至少吼半斤好走够，你有转来啦。也阁有啦，人像阿杰来这么高义，你若甲拖拖落去，都无咧牵狗卖十四公的。阿伯，你讲的什么意思啊？你讲阮心肝阿杰是狗，你唔像咧狗。都对。迄连算数都袂晓算，迄半斤干呐八两尔，讲要叫人造九两，哦，啊你都加骗人一两啊，安尼妄笑咧。阿杰啦，那莫插哩，咱等下厝吼是有咱的出头。阿爸，咱等下斗想。是啦，阿无阮先等下啦，看完之后再搁讲啦。啊，小兵，好。你看我。哎。阿兰，哎呦，阿婆，我也是为着恁的将来呢，啊，你也看，啊。囝啊，安尼啊，你是咧煮咧想啥啦？你看一个鼎咧炒花搭去啊！哎呦，免啦，我关起来了啦。免烦恼啦，莫想想遐济啦，无代志啦。拢是我唔好啦，我若莫叫阿婆去卖鱼就好啊。啊，卖鱼有啥物唔好？
啊是遐个人吼，无要认真拍拼做工课啦。啊，一日到晚做遐有诶无诶，安尼咧害这个社会。啊，连咱庄脚都变烂咧啊，看要安怎？实真害哦。我就是咧烦恼，我看阿爸因穿甲安尼，背书敢若要去甲人拼赌咧。阿爸因若真是变面，阿爸敢若举一支木棍是要创啥啦？迄两个老诶吼，你放心啦，即摆敢若出去去吹尔啦。村内吼无半片。阿娘，你唔通安尼讲，你无看因两个，吼，迄脚拢绑绑腿呢，啊，穿甲安尼，吼，迄落派头，哪像迄日本的迄监视队。哎呦，干那差吼，无叫我干年几粒啊，年几粒，互伊炸去啊。啥叫做年几粒？啊，都崩完啦。啊，因少年的时阵吼，当着这大事件。都二二八事件啦，啊因哦，拄啊对南苗做兵倒转啊，都红叫的水上飞机场，讲要去拼赌啦。啊叫我家吼，捏一寡年纪哩，互伊炸去遐啦。真实嘞哦，啊尾啊嘞，尾啊，因讲要吼去铺主坐车啦。啊，行未到铺主嘞，都我倒转来。哎，啊那呢？嗯，啊，都我捏遐年纪哩吼，无够分啦。啊，都啊分袂平，弯来弯去，弯来弯去。要无意思做，我倒转来哩。阿爸，莫生气啊啦！都是安怎啦？你莫甲讲啦！我怎安尼生气了？你无看哦？你听咪哦？你看点点无？你若要加讲话，我会讲甲你。爸，爸，阿爸，莫生气啦，来啦，啉一杯滚水咧。你安尼是咧创啥？你咧钓狗算了啦。阿庆好心好意，芳茶要给你饮，啊，你甲当作小气散咯。别人怪着你的根，啊，你才掠家己的人出去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阿娘，无紧啦，阿爸都当咧生气，拢抱一块杯啊，阿娘，哪有啥？去，带你去房间休困。好，阿娘，咱来房间啦，行啦。阿爸，过去我做龙王放荡的时阵，阿娘为着我起想，后来我发一个大愿，去出家吃斋，希望讲会当赎我过去的罪过。阿爸，无论安怎，我这个心愿是早甲晚的。我永远都袂改变。我有心要修行，所以讲我对事事下下拢有忍耐，对所有的人我拢有慈悲心，对遐害阿爸遐人我拢会原谅，原谅因是一时的妄动，并不是存心要害阿爸。阿爸。你应该爱有大福大量，莫甲遐人计较好。阿爸，你毋是常常咧甲我讲，人咧做，天咧看，袂要紧啦。即群也无去，咱煞来别困着。人咧讲一枝草一点露，天公伯后袂予咱枵死。莫生气啦，来啦，饮一杯啊烧茶嘞啦，莫甲阿爸气怒啦。阿爸都心情无好，
你都会透一个开咧，莫互有担心肝内，安尼嘛毋好，吼、哦。阿庆，你敢知影，都有火金菇。火金菇？嘿啊。无啊，足久也毋捌看个啊。啊，即摆哦，拢有迄农药安尼偷偷食啊。免啦，较早吼，到热天的时阵，啊，伫个溪仔边哦，规片哦，啊，你死嘞死嘞，偌水偌好看嘞。啊，讲到恁遮少年呢，煞也真可怜呐，一挂好的物件哦。拢嘛无看到，阿爸，阿爸，阿娘伊，搁咧讲火金菇。阿奶，阿奶。安尼几支？一支啊！啊！安尼几支？一支啊！阿娘啊！安尼几支？两支。安尼十支呢？你看详细啦！一个人两支手尔，哪有十支啊？阿娘，阿娘，你嘛唔通要我惊死！啊，我拄只好，是一点气咧吞袂落去啦。啊，听到阿婆甲我讲迄落遐尼会晓想的话哦，啊，我家己嘛感觉真见笑。阿娘，你着唔通生气的。阿庆，你嘛唔通见过阿爸嘿。袂啦，阿爸。是啊，你看伊穿红的，伊是红军的。哈，讲话才咧讲啦，迄拄只娘家婆还袂来进前哦，迄我家仔是我呢，啊无恁两个拄好食够够。啊，我生目睭，我目眉嘛毋捌看到白仔囝遮尔无路用。都对，阿爸你拢出一支嘴尔。好啦，点伊啦。迄拄只是阿婆啊，甲你悠悠人人甲你要冻掉咧，啊无你要即摆搁伫虚话，还搁食车饼咧啦。嗯哼，你敢徛到边啊画虾呢？也无动手啊，害我当鬼婆。又点点，你敢来要提尔啦？你甲恁阿爸同款，拢是软卡鞋，无路用的卡笑。无你讲安尼才对啊！阮阿姐也是调低人，你甲当作聋子。都对，迄若不是阿婆来动哦，我就举起麦当甲全力打红木人。好啊好啊，真多啊！四娘人咧讲半斤话，哈一个阿婆吼，都甲恁吼吼转来啊，还佫他妈咧大细声吠呢。哎，无家婆也是恁的祖公阿哟，啊是安那伊讲的话，恁就一定爱听。查甫囝做个遮尼无志气，笑死人。哎，你愈讲愈唔是款呢？你来人的厝内，人的面子嘛加减共顾一下，干么碎碎念？爱面子嘛爱有底底。大只的是三脚猫啦，啊，细只的是四脚蛇啦，哈！我看若要甲人输赢，得爱加班嘞。你看我足无目的嘞。好，阿爸，你好啊，我来甲伊拼。好啊，当然啊。阿杰啊，你唔通冲动啦。什么咧冲动咯？这款嘞叫做有男子汉的气魄，我介意。阿杰啊，我甲你来去。好，等。等。哦，你这话发烧的呢？还过龙狗相加，你爱知呢？
我敢若阿吉啊，这孤囝，伊若万二若三长两短，你要变作老孤困。丽红，安怎？我巴肚枵啊！你巴肚枵，甲我讲要创啥？我也不是恁家的查某囡仔，我着搁替恁家煮饭给你吃。无啊，你是阮某啊，你无煮，啥物人要煮啊？哈，你即马承认我是恁某啊？你不是讲我无甲你拜过公吗？袂用做恁娶家的新妇。无啊，你甲阮阿姐来租一间房间，租啊久啊，是咧租假的哟。会用你啊！无你即摆随去点香，我随来去拜公嘛。拜完，我着随来去煮一道青草青草的料理，互恁爸仔囝食。阿爸，安尼我会用拜啊吼？好啦，拜啦，先拜神明，后拜祖先啦。好。请问，大流程？三千嘛，无啊！你这么先生，这五分出站，按分带领搞哟。好嘞，我问，你这么安尼是咧创啥？拜祖先啊！拜祖先啊！你唔该营业做新妇，要甲收留起来就对。是啦，这果不三种啦，一言难尽啦。哎呦，阿爸，你收我做新妇是果不三种，你唔叫唔情愿？来啊！有情愿无情愿哦，我唔知啦。那我三金婆哦，绝对反对。老阿伯，我请问你吼，你是娶家的什么人？你是凭什么资格要来反对哈？我无什么资格，也无权利，也唔过这个卖人钱哦，你咪不爱赚，安尼会用哩未？好，卖人钱你若不爱赚，就卖赚。现代社会哪会着搁卖人啦？了不起哦！我甲阿家人两个人娶咧，来去法院公证结婚，迄法官自然就甲阮做媒人，300块我开，俗搁大满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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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叫法官来甲我拼介绍就对。哼，人伫咧讲俗米无好货啦。那像你这款300块的介绍哦，你咪甲阮歪谈。啊，若参像你这款老翻店做的媒人吼，本姑娘嘛，甘愿无爱嫁。三金婆，歹势啊，歹势啊，歹势啊！红红，你红红，红红，你开门啦！红红，你开门啦！我惨啊，我小姐。请你给我爱，先生，我艰苦在心内。丽红，红红，恁都给我说啦，我娘欺负你，是不是放两下哟？拢一点点。嘿，无法度啦，迄三金婆啊吼，规庄上大咧，伊迄化水会坚重啦，伊若小化一下，规庄拢归我咧，我都无得讲过，我甲因，我当然读起来哦。好啦，你若遐惊遐爱哦，你去带伊解困啦，互你变全庄啊头第二大啦，安尼你有欢喜无？哦。伊是三金婆啊咧，我若娶伊，我毋着比三叔公啊，安尼无大无细啦，我毋过。别生气啦，来饮些茶，带一下气嘞吼。对啦，阿爸，别气到安尼啦，无安尼啦，
我来探听看卖哦，我看有人会当出面哦解决这个代志无？我跟你打电话去。唔免啦，你在厝陪阿爸啦。阿爸伊闹什么代志嘞？不会啦，你放心啦，我袂过了代志啦。我知影你不会啦，我是惊遐人会找你的麻烦。啊，好啊，免阁讲啊。那虚伪代志，我比恁较捌啦。阿来啊，较早是大妹呢，伊是内行的呢。啊，代志哪会当遐尼简单就解决吼？阮难免点么让人咧热干咧头壳青晕啦。哼，哼。啊！我你要死啊咯！你昨晚要跟我关公看啥哟？你无好咧气，我咧热哟。你伫咧气，伫咧热，我凭你哦，搁较气，搁较热啦。火烧高粱，拢无望。巴沙屯海了王工，我啥子嘛？啊，我咧受气，你咧讲气啥物啊？我袂火烧厝，烧过经去害你啦！啊，若我阿孙啊做大哦，绝对甲你无关的，甲我无关的。我目睭若去看到迄个查吼，会晓洗甲白白倒啦。恁遮大家啊，若要我这三金半加食几年哦，上好甲赶我走啦。嗨，三金嘛。啊！我即马咧讲东，你咧讲西，我咧讲后遐，你咧讲饭内。啊！你免天生啦，你要学像阿拉因三个安尼，干呐要装笑的？傻子嘛！啊，大孙啊，伫咧气，啊，你是咧气啥？干气惨落啦！唉，了然，了然啦！即卖社会吼，愈来是愈黑暗啦。无彩你嫁来啊吼，几十年的交情啦，安尼见死不救。啊，今日真是带这个虎豹物业来做我吼，伊两爸仔囝留下来做老奴才，啊，今日来做我咯。好，哇，三姐嘛，我到今麦才知影你伫咧讲啥物啦？你伫讲你只虎豹母，唔伫讲个雷锋了？我都无咧讲过，迄是因个家内事哟，我都无咧掠一尾虫来咧尻川顶了。是啦，三姐嘛，咱用事较莫插较好啦。唔通参像阿庆啊安尼，为着阿基啊要娶小雅做新妇，也无代无钱娶去家己，才会发生迄款的代志。害阿庆啊哦，差一丝仔都互掠去关，啊，食迄款的罪，冤枉冤大。三金婆啊，代志无遐尼严重啦，你唔免操心啦。阿庆若若介意哦，安尼就好啊。阿庆，对无？啊，对啦，三金婆啊。啊！你不是常咧讲，讲一样米饲百样人，啊，一人一款命。人无得讲吼，雷锋啊嫁过来下，伊若结婚会真幸福咧。哈，迄个会幸福，哪会幸福？天会落雨，铁树会开花啦。啊，闪来！公公，对不起哦，阿姨把时间忘记了啦。东东，你不要哭啦，对不起啦，哈。东东，你查甫囡仔咧，你搞啥？不要哭。哎呦，像啊像啊像啊，那是咱大人唔对，要哪样怪囡仔？都唔怪哦，阿妈笑唔能搞哦。好啦好啦，恁拢像啦，恁拢像。唔能搞，嘿乖。啊，刚才伊来食薯条，过来食迄啰汉堡，嘿。行行行，我们来行哦。喂，庆，阿婆，我唔是调羹的。我知啦，我不怪你啊。小金食，哦，这是上爱食的哦。东东，乖，唔通哭吼，来，金食嘿。你娘，唔好哭啊嘿，哦。好好，乖乖乖。哦，恁爸爸甲恁阿姨哦无乖，煞甲你袂记。阿公转来才甲修理，
乖啦，你莫是你爸爸甲阿姨啦，伊是好人呢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安尼阿公莫甲收你，来，先食再讲，嘿，紧食，嘿。阿公，你去收你，我们班那几个骂我的人啦。啊，不用的啦，嘿，阿公也毋是老师，阿咩哪会去拍囡仔？阿公嘛袂爱拍囡仔。也唔过，伊拢骂我是黑小杂种呢。遐讲，安尼好，阿公才来甲老师讲，叫老师甲教死。阿公，我到底是啥物人的囡仔？我是讲，爸爸都无爱让我死了。哦，你当然是阿公的乖孙啦，是阿公的宝贝啊孙了。哦。你还阁袂用个善良吼？恁爸爸有无甲你讲过啊？迄是有一个原因伫个啦，唔免偌久吼，恁爸爸就会去办手续，啊你紧食嘿。哦，乖。阿公，我是带你去啊。谢谢。婷婷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不要去了。那你出来啊！我必须把他的话转达给你听。俊生为了你啊，被人家捅了一刀，缝了十几针，现在还躺在医院里。鬼话！他会为了我拼命啊？我才不信！真的啦，很严重哎，而且他差点挂了。婷婷，你想一想，一个男生连自己的女朋友被欺负，他一点保护的能力都没有。这算什么男生嘛？这一次，他又眼睁睁地看我被坏人抓走，旧事重演，他还是那一副德行。好了啦，小雅，俊生知道你很难过，他一直说对不起你，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已经完蛋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次如果不是龙大哥救我，我恐怕连命都没有了。清醒，你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你要劝我离开龙大哥，你要劝我说不可以爱上他，你要告诉我，爱上有妇之夫是没有好结局的。告诉自己，不准爱上他，不准爱上他。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就是禁不住爱他。那无你的情，我甘愿一生孤单。我你唔着要听迄个三清白的话，决心无要娶我就对啊啦吼！无啊，我爱你啊，我要娶你啊！啊，不过三清白话我嘛爱听啊。哦，你阿起来只有人班，你还想要双脚踏双船哦？你会变船呐？
不想入去。哎，别动着！我的心肝会艰苦。你是唔捌看到水槽囡仔㖏？俺哭哭看，哭哭看。拢嘛你啦，拢嘛你啦！你想讲阮阿家来还搁咧想你啊？哼，若不是你吼，那阮阿家来都听我的话咧。啊，爸爸，啊你耳孔来暗起来啦！嗯，无业要臭人啊！哎呦，你哪安尼啦？那我阿家来伫房间咧做三开，感觉歹听哦。感觉歹听，袂输咧台地啊！烈红啊，你真是要走哦！我即马看到相片，迄个人来伫遮吼，我感觉无爱走。才会